一点火灶，你看活的，你看这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郑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啊。今天这个潮水啊是正在往下退的，今天天气也不好，昨天晚上就下起大雾了。我们先下去看看吧，走。这个前面哦有一个好大的石块呀，这石块下这边有什么货呀？这个石块底下没有缝隙，密封的。像这种如果底下有空隙的话，一般都会有一些海鲜会藏在底下，八爪鱼啊什么螃蟹一类的。哇塞，那边一条好大的鱼，你看冲上来了。哇塞，这条好大，是活的，你看张那个嘴巴，这眼睛，哦哟，这种多宝鱼，这种哇学名叫鸦片鱼，好像在这边是吧。哇，这条好大，你看活的，你看这，哦啊，天哪，它这个直接打了一个翻滚。哇，这个肚皮是白的，这跟大家普及一下啊，像这种鸦片鱼如果底下是那种呈发黄的那种颜色，它就是养殖的，像这种肚皮是白色的洁白的这种都是野生的，野生大雕，哦，不，野生大鱼上货，这第一下就爆桶了，放桶里面发财了。我天哪，这回家得吃几顿才能吃完这一条鱼啊！我打点水养着它。哇塞，这一条鱼今天来这一趟就值了已经，但是我是很贪心的，这下面还没找呢，我们再上前面看一看，走。哎呦，你看这边那个石头底下，我看吸了好多这个海螺，好大呀！哇塞，还都是活的，你看、啊、这个肉。吸在这个肉上面，两只，把肉缩了。这边还有一对，哇塞，这一对也是很相亲相爱的在一起，被无情的分开了，无情。哎呦，快过来看看这边，再往上看，这边还有一只。大的，哇，这几只都是活的，有肉的，真不错。再看看这一边，哎呦，你看这边那个石块上有这个鲍鱼，好几只漂亮的鲍鱼。蓝绿色的这种壳好鲜美，好肥美，你看这个肉还在这里缩缩着。哇，又可以吃鲍鱼了，今天收了啊。这里面还有一只，真可以啊，又是发财的一天，运气不错，收了。我这边这个石块下，你看有这个海参，这一条都爬上来了，在这个水中间能看清楚吧，就有一条。哇，看这个小脚在底下特别的漂亮。哦，海参，哎呦，你看这边这一趟还有好几只啊，这下发财了，海参上货，有大有小的，这一窝，你看这石块下还有一只，在这，哇，这个收获简直是太过瘾了，太疯狂了吧，收了啊，海参，带着，哎呦，你看这边，这边还有一个大长鼻子，哇塞，这里有一个象拔蚌。好久没捡到象拔蚌了，这个象拔蚌很不错，真长真大呀，看比我的手还要大，要长很多，回家做刺身吃，这个壳也特别的漂亮，这个象拔蚌的这个壳很美观，回家做个工艺品也很可以的啊，收了。这边这些石块啊，我们翻翻看看。哦呦，哎呀，像这嘿，哇，有货，这一下子翻出两条这个长腿八爪鱼啊。哦呦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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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八爪鱼还想逃脱，去哪里啊，小家伙是去哪里啊，两只，哇，喂，哎呀，后弦是吧，哎呀呀呀，这个家伙直接吐水，直接吐嘴里，直接怼怼嘴啊，天哪，你怎么接受得了他，他那个是嘴吗，是嘴，哦，看又翻到八爪鱼了，哎呀呀呀呀，也老肥了，上货。这边这边，我发现一个老的，好可爱，在这个地方，也是一只八爪鱼，把它掀开，哦，卧沙了，那小家伙还会卧沙，叮，直接拽出来了，又两只上货，回家让你吃它啊，收了收了。哎呦呦，看往前看，你看这边，有只大龙虾往前跑，哎，可能从那个石块里面钻出来的，一只大龙虾，个头还挺大的，老肥了，这一只，你看，张开怀抱了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弹来弹去的。大钳子挺肥的，个头不小，收了收了，上货，上货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，今天又来赶海了啊。今天早起上了一个大雾，你看那个海边雾蒙蒙的啊，这边也正在退着潮的，我们下去看看吧，走。我们这边先翻翻石块啊，看这个沙滩上有没有能什么货。哎呦哎呦，你看就是那个石块旁边缠着八爪鱼，哇塞，有还不止一条，那个石块下还有一条下来。哎呦嘿，这边又一条大长腿，来吧，他们就喜欢吸这个石块。噔噔，一对八爪鱼上货了，收。这个雾气大了，这个海鲜都迷失了双眼，你看在这里。继续，这边这个潮水还挺深的啊。哎呦，看到这边，你看有这个鱼哎，这里这个鱼跟那个石块的颜色都很像哦，还是活的。这种叫什么学名啊，比目鱼，反正是具体是哪一种我也说不清楚。这里还有呢，哟，都是活的，你看这小鱼儿，哇，前面一片全都是，哎，天哪，好多，发财了，找到鱼群了，抓吧。要看仔细了，这里还有条小河豚已经睡了，这里还有一条这种舌叉鱼也是活的，你看游起来好漂亮。哇，这种鱼油炸超好吃，你看它们跟沙雕融为一体了，你看特别的鲜活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小鱼尾巴受伤了，红彤彤的，感觉尾巴断了似的。这里都是，哇，这还有大的呢，这条大，你看可肥了，这几条个头真大。哇，哦，呦呦呦，这回家可好了，直接油炸就行了，裹上鸡蛋液，这种鱼炸起来特别的好吃，有营养啊，适合给孩子吃。全部都收了啊！哎，你看这一条刚刚还游呢，你看这个探那个小眼睛特别的好看啊！呦呦呦呦，活蹦乱跳的，还有这个沙光鱼，哇塞，鱼群大集合，收。这边疯狂上货，这里，哦呦，抓不完的鱼呀，真多！这里还有什么？哇，这真的是不容易发现。它一卧沙里面看不见啊，这鱼，哦呦呦呦，看还鲜活的，咕噜咕噜的，仔细看这里肯定附近还有，你看这边，哇，这里是不是，哇，真好，这些鱼，你看这里还有个这样子的小石斑鱼，你看活的活的也是，你看还像油，哦，这小刺儿支撑起来了，可爱啊，这一条，也是，他俩是个伴儿吧？哎，还钻沙，钻石块。这边，还有这种跟沙都完全的融入到一起了。前面是个排水口，肯定是排水口就放鱼了。我们再去排水口更近的地方去看。今天这个水量挺大的，估计是正在放呢，我们在这一块再找一找。哇塞，你看这边，哇，这边一条鱼好大，哇塞，我的天啊，这一条是，哇，巨型大鱼啊，也是这种，哇，哇塞，这种比目鱼硕大无比，它的尾巴好重，好有力，天哪，这一下发财了，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刚刚那些都是小崽子，这一条才是最大的鱼妈妈。哇，哇塞，上货！啊！他居然打我，我还头一次被鱼打。哇塞，我的衣服！你别支撑了，听到没有？快快快，放桶里面，我就不嘚瑟了。啊，主要是太兴奋了，头一次接到这么大的鱼，一条鱼爆桶，桶都放不下了。哇，这条鱼不得好几百呀，我出价上市场上卖500块钱应该也能卖到，不错，收了。